我想通过这个节目来介绍一下给收藏家们研究家这个我的自己的一个收藏。我有一个小小的碗，那个碗呢是钧窑的钧窑碗。为什么对钧窑这一系列的碗这个陶瓷有兴趣呢？我有做这个符号学的研究。所以那个窑变呢，那个红斑，我就要看那个红斑。那红斑有很多，有时候有很多含义。钧窑在中国的历史，更符合以前在上代的时候，在新世时代的时候，古人中国古人就是用这个骨头，牛的骨头。羊没羊的骨头，鹿的骨头，牛的骨头，通过火，他去看那个裂痕，从裂痕上面他去补那卦，人家说补卦，看那边就来了解这个答案。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跟这个钧窑通过火。火烧那个窑变自然的红斑，这我觉得很有趣，我对这方面就特别的有兴趣。什么是 Semiotics 符号学呢？就是说就看一个颜色有很多代表性，可能代表火、苹果、爱或者是雪。这中国大陆你们是看的钧窑的收藏，你们的主题就是哎呀，真还是假，是不是宋代，是不是元代，这一系列的研究。而我对钧窑的研究呢，是有特点，特点就是在这个窑变自然而然的窑变，也就是说世界上就唯一一个碗。那碗的特色就是它的窑变。要注意的重要点就是那个它的红斑有没有这个含义啊？这方面我对钧窑特别的有兴趣。这个跟汝窑不一样，汝窑就是说啊，汝窑就是皇帝徽宗，他做个梦，做个梦了，他说啊，以后天晴。要这个颜色，要这个要这个是人指定的一个颜色。这就是那个已过天晴银破处的颜色，不是自然的变成的。啊，我一通过这个节目来解释给你，我这个特别的，我觉得很罕见的一个钧窑的碗，因为它的碗。上面有图案，我要跟你分享一下这个符号上面的意思的含义。啊，我说过那个碗，钧窑碗，小小的碗，小到哪个程度呢？啊，我给你看那个东西啊，那个钧窑的碗，啊，就是这个碗，你看很小，放在手上很小，啊，详细的。的衡量的话呢，就是厘米来衡量。你看它的颈衡量出来呢，是大概九厘米，而它的高度刚好是4.5。看那个碗的底，那个高胎啊，那个胎呢的外颈是4.3，它的内胎呢是3.5厘米。这个很小小的碗，啊，我们就来看一看详细一点，这个碗它的窑变的结果。
从小碗的底你可以看到这个它已经老化了，有涂字进去了。这是一个日本画，1824年的画，画这个孙猴子。而这窑变这个碗的上面你可以看到孙悟空骑大熊猫。这小碗呢是像一个荷花。现在我们看这个荷花瓣上面的窑变的图案，像不像蚯蚓走泥魂？我们再看另一个花瓣上面的窑变像什么样。第三个花瓣它的窑变就有趣了，像个龙，那个龙出现了 的形象。第三个花瓣 很有趣，就好像这个观音坐在荷花一圈的荷花上。我们再看这个荷花的花瓣之间的窑变，您看得到什么东西？在这空间就看到蚯蚓走泥的形象。这里你有没有看到神坐的像呢？这最后的空间里好像是一个神的形状，好像是观音啊，最后好像是达摩大师的形象。您看一看，最后你要看里面这个碗的里面，好像是很细的冰裂痕一样。你如果对这个小碗有什么意见的话，你可以跟我联系。